保持师傅空飞 UBC 第线道是准叫赛第二场第一位的雨天挑战龙，第六线第一场准叫赛第二位的香港游艇会，第七线第二场准叫赛第三位的北海龙，仲有第八线在第一场准叫赛攞到第四位的国泰航空龙舟 A 队。好啦，啊嚟到最后阶段啊，见到而家领先紧啊，第六、第七线啊，相当接近。第五线嘅鱼鹰挑战龙，第六线香港游艇会，第七线北海龙，另外后上紧第四线宝智斯暴风飞龙，但系见到而家大开咗第五线嘅鱼鹰挑战龙，应该可以令下其他嘅选手首领冲线啊，嚟到第四线宝智斯追到上嚟第二位噶啦。可惜啊，最终都应该系喺第六线嘅香港游艇会嘅前冲线噶。即系换句话讲，头三名咧，三甲嘅位置应该系第一名、第二线嘅鱼鹰挑战龙，第二名第六线嘅香港游艇会男队，第三名系第四线宝智斯暴风飞龙。Yeah.